医生，来了，不用着急，你爸没什么大事。他情况怎么样？表面上看起来还可以，这次发病也没造成什么大的影响，但还是要多留意，毕竟他的年纪越来越大，整体状况大不如前。那这次发病是什么引起的？还是老问题，他现在这情况，关键就是情绪一定要平和，不能大喜大怒。 不管是工作上的事，还是家里的事，都别让他太操心了。哎，爸，这个不能摘。哎呀，别走，没事的，苗总。啊，小马来了。 露露呢？啊，她说去买一些洗漱品，这丫头非要在这儿陪夜。今天晚上我留下来，让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也好。小马，已经入职了吧？感觉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，还得感谢你。哎呀，我也就是介绍一下，这能入鼎华，那是你自己的能力。 爸，要不您歇会儿吧，就别说这些事儿了。哎，我不累。哎，菲菲啊，马上呢，刚进公司，各方面都要适应，你多照应着点，毕竟都是自己人嘛，啊。我知道。你这还带着工作呢。啊，这个是。 有一个方案想跟苗总提一下，正好看到他火急火燎的往林这儿赶，我担心他路上开车不安全，所以我这送他过来了。这什么提案，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有您把关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不要紧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鼎华的顾问嘛，能多做点就多做点。 这是要把研发部和其他部门的网络都分隔开来。对，在进鼎华之前，我对鼎华的业务做过一些了解。研发部是咱们鼎华的核心部门，在国外像这样的部门都是一定要做物理隔离的。但是咱们鼎华好像没有相关的措施。你这个人事部主管。 安全防范意识还很强啊！谢谢苗总。好，菲菲啊，这个提案很好。啊，爸，这些我到时候会看的。马上，我爸可能需要休息，要不你……啊，好，苗总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工作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，苗总，再见。 觉得马上挺好的，你看他今天的行为是分明在向你示好。你们俩是同级别的，你呀就别对人家不冷不热的了。爸爸现在不在，这公司的人际关系你要学会处理。哎呀，这些您就别管了，没有什么事情比您的身体更重要的。 没什么，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国安的人，您能确定吗？那还能有假呀？证件我都检查过了。他们来我们家，查什么？那人家倒没明说，不过我听那意思，感觉好像是跟苗总那个女婿有关。 不是，贾蝉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说的就是啊！你说这人都没了，还给咱们家找这种麻烦。你这又是说些什么呢？积点口德好不好？儿子，没事，他们想怎么查怎么查，咱又没犯法，不怕。哎，儿子，
妈问你啊，你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女朋友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你干嘛问这个？今天来的那个姑娘叫安静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上大学的时候，你那个女朋友也叫这个名字来着，也是双亲人。爸，说白了，不就是配合调查吗？查呗，咱们家没犯法，没事儿啊。我没事儿。早点回来啊！好，我一块儿就回来。哎，老马，你说这小鞠子老是大晚上出，你说他干嘛去？这是？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还管他这么多干嘛？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？哪句话？你是不是怕有人利用咱们家这个事儿对付小鞠子，给他穿小鞋？你说他这刚进土房没几天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这么大的公司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眼红。当初让苗总引荐他，本来是想帮助他儿子，现在看来，可能是我们拖了他的后腿了。这还真是。你说贾长安干的那些勾当，保不齐老苗也掺了一脚，小鞠子还是他介绍进去的。打住啊！这话你可不能在外边乱说。你也别瞎琢磨了啊！儿子比你会来事儿，他肯定没问题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心事儿啊？说是随便查查，不影响公司业务，能不影响吗？你管抄的人是谁？是国安呐。谁知道那些嘴碎的往外怎么传呢？传就传呗，还能怎么着？还能把你公司传垮喽？行了，你就别胡思乱想。你这个人呐，没什么大优点，就是行得正，走得直，不做亏心事，咱不怕鬼敲门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再说了，咱儿子他也工作了，也挣钱了，咱们家也不差钱，就算你的公司业务受着影响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是不是啊？再说了，就你那个小破公司，能挣几个钱？你这是来安慰我的，还是来气我呀？啊！忙着呢。快别提了，那个老头根本就是个幽灵。没那么夸张，说不定是个老宅男呢。别贫了，开始吧。怎么弄？顶花有那么多人，全都问起来也得半年了吧？先列个名单吧。行，什么原则？中层管理人员以上为主，研发部门也是重点。案发那天不在岗位上的。好。还有呢？你说呢？半年内进入鼎华，并且职位相对重要的。再有就是看具体情况了，比如说履历有明显疑点的，或者就职经历与现有职位相差比较大的。不错啊，细心点吧。放心。马上那边怎么样了？苗焕阳心脏病犯了，正在人民医院住院观察。
怎么了，爸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喂，喂，菲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爸住院啊，今天晚上我在医院不回去了。啊？哪个医院啊？需要我过去吗？不用不用，已经没事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嗯，行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。嗯，好，先挂了。请问这附近有咖啡厅吗？出这门右转，我是你就能看见了。谢谢。环境不错呀，哼，不要激动，对身体不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多关心你，听说你病了，我马上赶过来。你监视我？我们合作那么多年。老朋友生病了，我过来看看，不要多想。你这是想逼死我啊你啊！哎，我还要仰仗苗总发财呢，你可千万别有什么三长两短。苗总，我现在已经辞职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苗总当年亲自。创立了鼎华，虽说现在功成身退，但你要说公司里没有留你的人，谁信呢？我已经明确的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再帮你的。赶紧走，我女儿马上就回来。你把她看见了，我还挺想跟她聊聊呢。你给我滚！好啊，苗总要养好身体。你要是没了，我攒这么多年的资料就废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你掌握我的证据，我就怕你了啊？大不了鱼死网破，看谁判得重。苗焕阳。你不要这么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你真以为你和贾长安干的那些事别人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怎么你不知道啊？哦，这个混蛋，一定是他把你那一份拿走了。你看，老话说得好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贾长安，真是你们杀的？哎。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苗总，你好好养病，等你好些了，我们再想他。
终于见面了，你就没有问题问我吗？ 我在葬礼上见过你，你是谁？跟我爸什么关系？我和你爸爸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在他建立鼎华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了。我们刚才的谈话你都听见了。你说的什么资料？你们在一起到底干过什么？ 双亲，当年一下子冒出那么多能源企业，唯独鼎华做大，你觉得是为什么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并不是因为你爸比别人有本事，而是因为你爸比别人胆子大。我不管你们在一起做过什么，我爸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他身体也不好，请你不要再缠着他了。话是这么说呀，但是有句话叫父债子偿，大自然退休了，你还在鼎华呀。哎，过去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过去，你爸爸不愿意帮我的忙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你要我干什么？我到时候会告诉你该怎么做，只要你帮了我的忙，我就把手上的资料都交给你，你爸就没事了。 怎么了，唉声叹气的？看着我爸难受成那样，我总觉得是我害的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呢，你要这样想，你爸爸呢牵扯到了贾长安的事情，所以有你没你，我们都得调查他。只要调查他，他就会有压力，你说对吧？
这件事儿呢，你虽然不能跟你父母说实话，但是你心里至少也可以有个数，你不用跟他们一起焦头烂额，你还可以适当的去安慰他们。这么想其实是好事儿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么会安慰人。安慰归安慰，这事儿还是别聊了吧。毕竟还在调查，按规矩不该拿出来讨论。我不是针对你。行，在这件事情调查结束之前，我保证不再提这事儿。哎，鼎华内部的问询是明天开始吗？嗯，明天上午，我跟杜猛正在整理名单。那有什么进展吗？主要是为了掩护你，而且万一给点压力，有的人就真的露出马脚了呢。比如说这个，你看，五秒。嗯，这个人我见过，他是于浩然的助理。对，这个人呢，之前在天林市一家同类型的企业工作，做的是高级技术员，8个月前突然辞职来到了鼎华，给一个资历不如他的于浩然做助理，你觉得这正常吗？天眼系统找到那个老头了。就在5分钟前，刚刚离开人民医院。人民医院，苗焕阳不是在那儿吗？马上定位现在的位置。不行，又定位不到了，他消失了。醒了，嗯，露露来了，我给你带了早饭。哦，乖丫头。哎呦，菲菲啊，你这是一宿没睡吧？今天还要上班吗？请一天假吧。看你都累成什么样。没事儿，我不累。姐，你去洗漱吧，爸我看着。我去公司洗漱就行。那你不吃早饭了？去公司再说。爸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晚点过来看你。哦，你慢点啊。咱先吃饭吧。啊。马总，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那个，什么事儿啊？国安的人，国安的人，查贾长安的事儿。贾长安出事的时候。我都还没入职呢，找我问什么话？不清楚了。那，马总，对方等着呢。啊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我差点聊两句话就过去。这真挺抱歉的，他们不让私底下讨论。好，没事，回头再聊。那我先过去了。行，你先忙。哎，老郑啊，中午一起吃饭。啊，行。马上王总是吧？啊，对。怎么样？老六他们在隔壁的办公室跟我们同步推进工作，
这工作量比我们想象要大啊！贾山出事那天啊，好多人都不在工作岗位上，什么请假的、出去跑业务的、出去开会的，加起来能有100多个人吧。怎么着，你还郁闷？我们不得在这儿耗个3天3夜呀、啊？还不都是为了掩护你？是是是，你们辛苦了。行了，别耽误我们时间了，赶紧下去吧。那不行，我这才刚进来2分钟，现在出去不合适。来，下一个是谁？苗飞。喂，会议室，马上来。你怎么上去这么久啊？我刚才有组数据，怎么还弄不明白？行，那我们吃饭去啊。这次我请客啊，别跟我抢。谢谢。咱们刚才问你什么了？哎呦，别提了。搞得跟贾长安死在我手里似的，贾长安不是自杀的？对，不懂，可能排查就是这样吧。他们也问我出事的时候人在哪儿。那你当时在哪儿啊？我感冒发烧请假了。那你岂不是没有不在场的证明？哎，马总，这个玩笑开大了。你肯定没什么事儿，但是我就惨了。怎么了？我爸不是跟苗总认识吗？给他们家跑了10几年的运输，现在苗总又牵扯到了贾长安的走私案，连我爸的公司也被国安给查了。我现在也是，哎，那词儿叫什么来着？啊，连带怀疑对象。啊，连带怀疑对象。行，就是行。你那天入司的时候是杨迅带过来的，我还以为你是庞一山的人。听你这意思，你跟庞总不对付？没有，谈不上不对付。庞总是主管我们技术，但是如果让我来评价这个人的话，他就是个官僚。怎么了？这么大的怨气啊！很多事你知道。老苗总在位的时候，哎呀，庞一山每天那个抱大腿的样子，我见得太多了。现在老苗总离职了，那影响力自然就不够了。你是他介绍来的人，多少要注意一点。刚才你跟我说你父亲被查的事儿，以后在公司不要再说。哎呦，那倒还真是啊。杨迅啊，杨迅你也要防着点。怎么了？他跟庞一山那是一血缘，小苗。可是，杨迅不是和玉浩然走得挺近的吗？你就这么信任我？你不好把你卖了？哎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就是个办事的，哪门哪派我都不掺和。你苗女士。苗女士，想起来了吗？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问过我了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每次这些事情被提起，心里的伤疤就好像被揭开一样。我没那么脆弱。先是来我家问话，现在又来顶话。我知道自己有义务配合你们的工作，可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已经对我造成了困扰。请你理解，
我们也是。我父亲心脏病犯了，现在已经住院了。鼎华是他一辈子的心血。他要是知道自己的员工正在一个一个接受国安问询，我真的担心他受不了。我们理解你的心情。问询这件事，不要让苗老先生知道就好了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我们会尽量控制影响，不会搞得路人皆知。苗总这次生病住院，应该有很多人去看他吧？那肯定的。方便透露都有谁吗？我也不是一直都待在哪儿，反正就是同事或者生意合作伙伴。葬礼那天，在礼堂外的花园里，苗先生跟一个老人交谈了很久。你知道那个老人是谁吗？老人？七十上下，一身西服，挺精神的。贺老，他昨天去过医院，叫徐贺。双人徐，显赫的赫。我不确定。他是什么人啊？应该是我父亲早年的生意合作伙伴吧。我从前没怎么见过他。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你没有查他吗？嗯。安科长，有的同事需要你过去一下。知道了。那，谢谢你的配合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嗯，苗飞，不管你有任何困难、任何需要，都请告诉我们。只要你需要，我们都会尽量提供帮助。怎么了，于先生？您辛苦啊！再把刚刚说的话说一遍。你人甚好，快来看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么着急？重大发现。事发当天你正好请假了，说吧，那天你在哪？我不太记得了，我请假了吗？啊，是，好像是请假了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也就是个把星期的事儿。你可是高级工程师，记忆力不会那么差吧？啊，对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。半个多月前，我见到贾长安了。你这不是答非所问吗？不是，我是在天猫酒店见到的。继续啊。不用了。后面可看可不看，不是，贾长安跟谁去的酒店？他说他没看见，他怕打着照面会尴尬，他就躲开了。那事发的时候，为什么玉浩然会出现在这个酒店？他去酒店干嘛了？他开房去了，跟他们研发部的一个实习生。已经得到证实是实话。这也行，而且还是工作时间。嗯，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，半个月之前，苗飞在跟贾长安筹备婚礼，他去酒店干什么？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他跟谁去的呀？别的先不说，马上，是不是得请我们搓一顿啊？请啊，必须请。吃饭啦？今天不用再过去了吧？不用，露露看着。是该认了一小丫头片子吃吃苦了。平时你太宠着她了。怎么了？她每次见我呀，那眼神都怪怪的。要是下次再这样，看我不把眼珠子挖出来。你敢？你终于笑了。你这样天天陪着我，店里谁看着？
是那小破馆子重要呢，还是你重要啊？一会儿帮我收拾东西吧。你要出差吗？不是，把贾长安的东西收了，全扔了。哦，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我本来以为命中注定跟他在一起，可现在不那么肯定了。你说他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为了我爸的资源啊？可惜他现在已经死了，再也没有机会撒谎骗我。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扔了，全扔了啊。你接个电话。出去一下，哎，你还没有吃呢，你先吃，给我留着。你想给我做什么？拿着。这是什么？找个机会把它插在邹教授电脑上，这张卡也可以打开他的门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问那么多，照做就是了。知道的越多，负担越重，是吧？之后，你就把我爸的东西都交给我。哼，孩子，还没有干成就谈条件，这可不是好习惯。回来了，牛排都冷了，我给你热一下啊。朱莉，我要是一直都这么依赖你的话，我永远都走不出去。你说什么呢，菲菲？谢谢你这几天一直陪着我，我真的特别感谢。你这是要赶我走啊？我永远都不会赶你走。可我现在真的需要独处。好吧，任何都需要跟我打电话。那我走了，你保重好自己啊。放心吧。吃的来喽！你这小子去火星买的，去那么久，来。这地方太偏了。
我找了半天的甜饼店，给。谢谢。人家也要吃甜品了，吃饭。吃归吃，事儿还得接着说。我觉得苗飞八成也有问题。为什么？那老头的名字问到了，叫徐鹤。查。吃完再查。查完再吃。哪怕一生无悔。